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们变成了 Buddy 老师。哦吼，嘿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是我小肥象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全新的大亨游戏，这次我们要变成 Buddy 老师。在这个地图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怪物，比如说老奶奶、 Neighbor、 Bandy 以及瘦长鬼影。我们呢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了这个 Bandy 老师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是最强的。天上啊会掉下这个发钱的箱子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小伙伴啊，他抢了我的箱子，我们只要去碰触这个箱子啊，他就会送给我们钱，就像抽奖一样，比啊，就像打我，就像抽奖一样。你看啊，他打我一下，那么这个钱在这里跳动，看一下我们能拿多少钱啊？哦，1000、10块、500，哎，500还不错。好，那么开始建造我们的基地，他在后面砸我们，哦哟，我被砸了一下，天哪！我们的武器，我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哎，小刀吗？好像是小刀。哦，飞镖，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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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走走走走，喂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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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咚咚咚咚咚咚，哇，这个飞刀飞得好近啊！我要拿另外一个武器，我这把武器看起来不太给力的样子，换一把武器，这个是什么武器啊？这个看起来厉害一点，小刀，哎，被我们干掉了吧？啊，我这个是巴迪老师的手杖，哎，我的手被他干掉了。我的右手和他换了条命啊，我还是划算的。我们把周围给造一下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喜欢小飞象的话，视频不要忘了每天都来看，然后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评论。5000块，这个游戏我们还是存了很多钱的，不然根本就玩不起来。这个特别贵，玩到后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身上还有39万，这个的话就要3万。你看是不是特别贵？4万、4万5。哎呦，没钱了，还只有5万了。这个飞镖到底怎么才能飞得远呢？哦，我们需要重置一下，不然我们现在没有手拿武器。来吧，这个地图上有2个我的小伙伴，Bigfoot、Hello Neighbor， 有没有 Bandy？ 这个是瘦叔。哎，我发现瘦叔家里没有造这个防护栏，哎。这是什么？我现在再去谁家，我看一下，他家好像，哎，真的没有造那个防护栏。我看一下，拿了个手杖以及这个，哦，不错，他是老奶奶的吗？哎，好像真的是老奶奶。我拿了老奶奶的法杖，哇，老奶奶的武器，看一下是不是啊？来，哦，真的是老奶奶，哇，我去老奶奶家偷了一把法杖和这个武器。他这个法杖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教鞭啊，我们这个手里的尺子。来，哟，刚刚你打我是吧？现在该我打你了吧？哎，他想掉钱了，他隐身，隐身，你隐，别走，别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砸你！他还隐身，你想给我隐身，被我砸死了吧？哎呦，还有一滴血，起来，哎，一丝血，看我瞄准发射！哎呦，我自己怎么也会飞，发射出去，还有一丝血。来到了里面，哎呦呦，我去他家，哎，送不了了，好，去他家啊！他正好造了一个防护栏，把我给关掉了。我的天，好巧不巧？好，那我们还是先去楼上拿装备。哟，这个 Freddy 也动起来了。门口这个是用2B 买的，我们需要把门口给造一下，我们把门给关上。好，我们这个飞镖看起来不是很强的样子。这个飞镖不厉害，能往上飞的哦，果然。好，看一下楼上的武器啊，贵不贵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们变成了 Buddy 老师。哦吼，来吧，我的学生，你在哪里呀？嘿，先把楼上造一下，没钱了，只有9000了，3000能造一下，然后15000造不起了。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一瓶喝的东西，喝下会怎么样？哦，缩小了。好，剩下10000，现在已经有100000了，那可以够了啊。我们再去楼上把这个东西给造出来。15000的装备，一把木剑。哦，我们楼上装备一把枪，很好。
接下来我就要出去报仇了啊！巴迪老师出动，变成小巴迪老师。哪里还有？哎，这是谁家里？他家好像没有防护栏，我可以进去了。试一下我们的新武器木剑，对吧？哦，木剑攻击不是很强，砍了他好几刀。看他什么武器，一把小刀和一把枪。哇哦，这个枪试一下威力好吧 ？biu， 哇，激光的，和我这个不一样，他这个一长条激光。哎，天上掉钱了，很好。这把小刀呢，试一下小刀的威力。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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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刀没有我们的技巧变厉害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要用我们这个飞刀把他给干掉。哎，飞不过去。飞不过去，喂，哦，有，飞啊，干掉了！楼上他造装备了吗？没有，哇，这谁啊？你这个小猴子敢进来偷装备？哦，我怕他把门给关上，看我追上他。他是谁？他跑不过我。哦，走，别走，回来，决斗吧，教鞭，抓！哎，这谁啊？我打不过他，为什么打不到他？你打过他了，刀。哦，回来了，吃我教鞭！哎呀，没有用。哎，吃我一枪！哎，老奶奶过来了，我和巴蒂大战老奶奶，给我站住！吃我一飞镖！吃！哎呦，这人这么一直捅我干嘛？吃我一飞镖！哦，老奶奶中了一镖！哦吼，来呀！别走！哦。呵呵我哎 ，Freddy， 我、哦、他使出了绝学，什么武器？哎，哇，巴迪老师一棍子把老奶奶干掉了！哇，好强啊，巴迪老师！还有谁家里能去吗？嗯，枪，嘟，没有用，用这个枪，我去，哎呦，谁家能进去啊？马老奶奶家也被关上了，现在没有一个人家里可以进去了。我的小木剑没有我们的法杖厉害啊，没有这个木棍厉害，这个尺子应该叫做。地上还有很多钱，看谁敢跟我抢。哦，你还敢出来是吧？就说的，我巴迪老师称霸整个服务器，超酷！哦，兽术也出来了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行。哎，兽术家里有什么装备？兽叔别躲呀！哎呦，我的小伙伴，把门给我开开！吃我一镖，把门给我开开，让我进来。他楼上有什么装备吗？跳不上去啊！兽叔出来了，哎呦，兽叔也被我打到地底下去了，进不去呀！我想进去，能不能进去？啊，他开门了 ，OK， 啊，我的小伙伴就是好，让我拿下武器，好。Go！ 他楼上什么武器？我们看一下。哦，飞天魔杖，还有一个棒球棍，老奶奶棒球棍虽然没有显现出来，我们也变成老奶奶吧？可以变吗？好像变不了。但是，哦，巴蒂可以起飞了。地图上还有谁来跟我玩吗？巴蒂老师好像已经无敌的样子，基本上是无敌了啊！看看啊。好，我们回去。哇，老奶奶是可以，哎，老奶奶武器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飞到别人家去了？他楼上是一个弹簧和一把刀，我们就不拿了。他屋顶还有东西，看一下这个兽叔有什么玩意儿啊？或者看一下 Freddy 也去他家了，那我去 Freddy 家里把他东西给拿掉，一把剑和一个木马，这个木马是干什么的？偷一下看看好吧，木马，哦，放出来了。这里，哎，正好遇到 Freddy 是一把枪和一个爪子。哇，他想干嘛？我走了，再见。我车上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好，这什么枪？哎，马桶塞啊！哎，老奶奶的木棍，哟。我感觉这两个来者不善，但是打不过我。还有金刚爪 ，Freddy 的金刚爪，谁敢走？还有谁家里没去啊？我们再看一下啊。老奶奶家里去过了，兽叔家里没去。
看一下售出的三个装备啊，哇，披风，隐形披风，一把刀和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帅的枪，哇，黑影枪，好酷啊，售出的武器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我要试一下我这把枪的威力，谁来给我试一下？哎，我看到了，来，售书的枪，哇，好强啊，这个枪！哎，后面人打我，我叫，别回头啊 ，nice 啊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实况就玩到这里了，各位小伙伴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